快乐，祝大家毕业快乐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，然后或者是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，然后努力的往前。恭喜大家要毕业了。哇，有没有觉得我们同学特别嗨？有，有，我跟老师们，你要一个当时的用。对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因为我刚才有答应他们，是，如果那个他们哪边比较嗨的话，我们这个我们走下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不然那个走到这边可能会有危险。但是可以再往前，我们同学希望更近距离的来欣赏，可以吗？好的。可以要尖叫声啊！好，这是我们的。